就是袋子的长度最高只能做21长，21，宽最低就是只能做13，低于12的就做不了。13到21嘛，就是。对。宽度呢？宽度它好像基本，好像这个40-50-60大都可以做，越大它越好，就开到极限嘛，开能开到极限，反正有60-70-80都有宽度。宽度可以，宽度可以摇很大的，至少有，宽度它的摇很大，这是摇大的，对，摇的最大，一般没有很大的袋子，但是也有的有。你这摇到这边就摇不动了，大概就最大了。一栏，反正我有没量过，说实话，国内因为没有多大，